你闻过佳明的味道吗？我是说你自己的佳明的味道，不是佳明的佳明味道，也不是别人的佳明的味道。在古代有神农氏尝百草，而在100年前的荷兰呢，有一位荷兰人闻遍了东方西方各国的佳明味道，甚至还出了一本畅销书。究竟在佳明的味道里面藏有什么神奇的秘密呢？这个人 Theodor Hendrik van de Velde 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，叫做《理想的婚姻》，听起来是不是很无聊？但是呢，这本书其实不得了啦，不得了啦！书名看起来很平凡，但是内容却是男女亲密关系的大百科，内容巨细靡遗到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了。譬如我举一个书中的例子，他说。东方人精液的气味比西方白种人的更强烈、更刺鼻。哇塞，难道我们东方人的佳明的味道比较重吗？重点是这个医生也闻过太多的佳明味道了吧？身为一个荷兰人，为什么会去闻东方人的佳明的味道呢？完全搞不懂啊！那么他是怎么形容西方人的佳明的味道呢？健康的西欧青年的精液味道是一种清新的微香的气味，在成熟的男性中，这种气味更强烈一些。这种气味在类型上跟强度上都像是西班牙树子花的一种味道。哦，天哪！难道他是用整个鼻腔的细胞去感受佳明多层次的味道，才能萃取出那么精炼的评论？难道他真的是一个佳明评论家？当然，你可能不 care 别人的佳明的味道是怎样，你可能比较在乎如何让自己的佳明的味道闻起来浓醇香。佳明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组合，每次喷出的佳明中只有1%到5%是金虫，其他全是金浆。金浆是由50种不同的化合物组成，包括神经传导物质、脑内啡、荷尔蒙以及免疫抑制剂。简单来说，佳明只是一条船，精子才是里面的乘客。根据科学研究，饮食会影响佳明的味道。无论从台湾、日本或美国女性的心得，都可以发现常吃蔬果的男性佳明的味道比较甜，让人大吃一惊。对，这部影片其实是要来倡导吃蔬果的好处。我们先从医学层面来看人体的出厂设定。我们的人的牙齿大概是28颗到32颗之间，用来撕肉的犬齿呢却只有4颗。假设家里有养猫或狗的人，你可以把你家宠物的嘴巴掰开，看看它的牙齿全部都是尖尖的，因为他们是吃肉的。所以人不是不能吃肉，但是你要算一下你犬齿的数量。你总共有28颗牙齿，然后有4颗犬齿，1/7，所以肉类在你的食物里面最好不要超过1/7。另外，从肠道的长度来看，假设家里有养猫或狗的人呢，你可以把它肚子剖开，拉出来看看它的肠子有多长。肉食性的动物，它的肠道大概是它身长的3倍到6倍之间。因为肉类很快就会腐败，所以要早一点赶快把它排出去。而草食动物的肠道通常是身长的10到12倍，因为植物不会那么快的腐败，所以有时间慢慢的消化。而人类的肠道长度通常是身高的8到12倍。另外，从心理层面，你也可以自己试看看，用想象的就好。吃菜吃到饱跟吃肉吃到饱，哪一个对身体的负担比较轻呢？以你自己的感觉为主。我再说一个故事。我的朋友强者，我朋友有一天下午趁他老婆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就在客厅看爱情动作片，跟那些日本女生学怎么讲日文，当然也要自我欺骗、自我安慰一下。后来晚上等到他老婆回来的时候，一进客厅就说：“你是不是有在客厅打手枪？”我朋友就说，非常惶恐的问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老婆就说：“因为我有装摄影机。”我朋友就吓到，他说：“你到底装在哪里？”他老婆就说：“我才不告诉你嘞。”后来因为我朋友每天都追问他老婆说：“你到底在哪边装摄影机？跟我讲一下好不好？”他老婆被烦到受不了以后，才跟他讲实话说：“其实我没有在客厅装摄影机。”
我朋友就问说，那你怎么知道我有在客厅打手枪？很在意有没有。他老婆就说，因为你打完手枪的卫生纸非常的臭，整个客厅都是你的味道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嘉明的味道变得更好吧。吃素救地球，吃素救嘉明。